清洁队员节暨资源回收宣导活动，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期待好朋友来接了这个枪声，好朋友接了那个手盖臂的，给他手盖臂的，做些连招，辛苦你姐姐。谢谢。环保署为了感谢清洁队员庄严的辛劳付出，环保署定于10月25日为清洁队员节。我们也会在这个时候来表达对清洁人员的感谢。去年我们是分南区北区分别办理，今年我们合并办得更盛大的感谢餐会，来慰劳大家的辛劳，您辛苦了。清洁队员的工作十分的辛苦，举办平日的垃圾清运与市容的整理，台风期间入住反汤或招牌唯一掉落影响交通，也要靠我们的清洁队员的人力跟积蓄来排除我们的路障。其他县市受灾的时候呢，我们桃园市的清洁队员也本着人力紧力的精神，义不容辞前往协助清理，赶快整理家园，恢复市容。桃园市今年一共选拔了60位模范清洁会员，这是市长的德政。我记得去年是40位，今年提升到60位。哇！其中有8位更获得我们环保署的肯定，获选为全国的模范清洁人员。是。有哪8位呢？桃园区。杨文。沟。中壢区。刘彦佑。八德区鲁怡文。龟山区曾能宗。杨梅区李宏源。关渡区许明帝。大溪区邱玉珍。新竹区范瑞霞。哇，这8位是获得全国的代表啊。是。当然我们也要为这60位的模范清洁队员，我们来世上最高的心意，来请大家鼓掌，给我们这60位。恭喜以上60位，得到了这个至高的荣誉啊！是的，是。那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就来恭请桃园市环保局我们的沈局长为我们来勉励几句，来请热烈掌声邀请到我们的沈局长，谢谢。好，我们各位清洁队员和伙伴，大家伙伴大家好。好。好，我们非常欢迎啊，我们今天到场的议员，布丽华议员、沈美梅议员，啊，还有我们啊林正权议员的助理啊秘书哈、啊，李光达议员的秘书，还有郑运鹏啊立委的秘书。谢谢你们，好。谢谢。今天我特别还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环保署啊督察总队的吴胜忠总队长也到现场来。谢谢。还有我们的张丁进张科长，谢谢你们啊。那今天还有一个神秘嘉宾哈，就是我们市长的夫人啊于茹也到现场来跟我们勉励。那待会市长也会到现场来，那这段时间啊，局长也要特别跟我们清洁队员啊，大家啊，勉励一下。那各位继续用餐哈、啊，各位继续用餐。那我们知道啊，我们桃园市是在103年的10月25号升格为直辖市。那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各乡镇的清洁队啊，就回归到我们市政府啊。环保局这个大家庭，那各位知道，市长曾经说过，他要做一个全国最照顾清洁队员的市长。我们从105年啊，我们清洁奖金从6000块提升为8000块，我们做到了，对不对？105年，我们也加发了这个夜点的费用，
那106年呢，今年我们除了维持3天2夜的这个参观旅游观摩活动之外，我们也把我们资源回收的变卖所得发放奖金，每个队员可以分到5000块，对不对？对。那多亮点哦！听说上个礼拜入账了哈，还没有领到哈，找大队长要哈。是我们这边有一个。还没领到。要入会啦。好。那106年我们争取的都也做到了，对不对？对。各位知道哈，107年有一个清洁队员，全国清洁队员都在争取的，可是现在呢，只有桃园确定做到了，就是我们要续编清洁队员的国旅卡，对不对？对。新闻也有报道。是。其他县市的环保局长都来问我，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我说我们市长支持，我们就可以做到。是。但是我们还有一关哦，我们要到议会去了，我们编的预算还要议员支持，对不对？对。在场的议员要多支持。我们在场的有几个议员啊，是不是请你们帮忙啊？我们所有的议员，你可以挥手一下，表示你们认同。好，谢谢我们议员的支持啊！谢谢，感谢议员。哎，我们下个月要审环保局的107年的预算了哈。如果议员支持我们，我们明年就可以顺利的续编国旅卡，让我们清洁队员有好的福利，也有好的休息，可以更为我们桃园市的环境而打拼，对不对？所以市长说他要做一个最照顾清洁队员的市长，他做到了，那我们要不要回报他？要不要？要。好，如果我们要回报，我们有2件事，第一个，我们的资源回收率要再提升，对不对？我们今年得到了这个6都的评比，我们拿到金质奖啊。那我们的资源回收率今年是去年是47%，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提升到55%了，哦，50%，每年哦比60%好不好？60%，做得到，绝对做得到。我跟各位报告哈，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指标，但是我们把它定出来了，我们往这个方向来走，好不好？第二个指标我们要达到的是什么？我们升格以后，我们的市容环境变干净了，可是我们的市民还没有感受很深，所以明年啊，我们要让我们的市民感受到我们的市容变干净了，所以我请大队长啊，明年要定一个指标出来啊，好好的努力啊，我们一定可以来达成。我们希望明年《远见》杂志在做6都评比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奖项可以得分，好不好？好。我想桃园的进步从环境部可以看得出来，这个都是我们清洁队的努力，所以我们在环保组的评比我们都拿到很好的成绩，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谢谢大家啊。今天的这个清洁队员节呢，市长也特别为我们所有的清洁队员都准备了500元的礼券，大家有没有收到？有。哇，这个好香动哎！有。还有呢，我们也特别选拔了60位的模范清洁队员，待会市长来的时候也会跟各位队员来合照来颁奖。另外我们其中也有8位得到我们环保署督察总队这边给我们的肯定，得到全国的模范清洁队员有8位，对不对？对。谢谢吴总队长哈。我们的提名几乎就当选了啊，总队长非常的支持我们桃园啊，那我们也要做出成绩给总队长看啊，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为桃园市的环境升格更付出心力，让市民可以感受得到我们真的是不一样的。好，谢谢大家，今天是属于大家的节日清洁队员节，
希望大家今天都过得愉快，也祝福大家家庭幸福美满。那接下来我要特别邀请我们环保署的督察总队的吴胜忠总队长来跟我们勉励，好不好？今天很荣幸啊，代表环保署来参加各位的盛会，但是安和温馨的来讲，两个很确实是这个山水变得非常的美丽，而且最重要的是有各位的帮忙，把这个城市你看弄得那么好，而且每次环保署评比啊，结果都是第一名哦。那我想平常大家其实这个早出晚归嘛，非常的忙，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有些偏差的时候，就大家对这个城市帮忙大家是有目共睹。所以刚才局长提到说，民众的满意度啊，这个其实也不容易啊，要把它这个提升的话，真的作为是第一线接触到民众只要都服务一份的话，民众的感受这个会更深切。我想是整个这个市政的这种满意度一定会更提升。那今天我想它也是一个说发展中的城市我不但我们自己有这个国际机场，而且未来航空城整个这个城市发展是国家的门面。那大家到桃园来的话，看到这个美丽的山水，越做漂亮的环境的话，我想大家都会感谢各位。那最后还是祝各位阖家平安，这个事事如意。谢谢各位。谢谢总队长，谢谢。接下来我们是不是邀请议员来跟我们勉励一下因为那个预算能不能过，还要看议员支持了请问是哪一位？美美议员，我们部长欢迎。掌声大一点，预算一定过。